Google 地图的使用方法，当然我想哦，各位在 Google 地图应该都有用过的经验嘛。那主要各位如果说在网页上面的 Google 地图的话，当然你可以在它的那个 Google 的首页里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Google 的地图。那目前当然哦，你在那个这个单机就是我们的那个Windows 版，就是我们的这个 Web 版上面的话，它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你今天要找哪一个地点。比如说我们要找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比如说你就输入一个叫劳工活动中心，或者是新北市，看一下这个地方，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输入一个位置给他，他会帮我找到我现在的相对的位置哈。那也就是透过那个 Google 地图，它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那当然哈，这个是使用面的，比如说新北市，然后劳工。这边就有了新北市啊，这边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那找到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基本模式呢，就是你可以点选这个位置，它就会自动秀出一个 A， 表示说你现在的指定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而且它甚至它有很多的新的功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呢它可以直接让你做路径规划，或者搜寻附近的地点。或者是其他更多资讯等等的比如说呢还有街景放大，还可以传送移动标记等等的。那这些是它的基本功能那再来就是说呢，旁边这边有一些所谓的什么路况我觉得为这个功能应该大家也有用过吧。比如说你要到比如说中南部好了，那你担心会不会塞车，其实这边都有即时路况，打勾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马上它就会帮你把附近的路况呢用颜色来标注。各位可以看到红色的地方就是有塞车那黄色就是有一点点塞，绿色的话呢通常是没有塞，而且这个路况其实我用起来我觉得还蛮准确的，所以有的时候像那个过年的时候出去玩呢，我就会先看一下如果二高一高塞的话，你就可以走二高，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回避。那除了这部分之外，当然还有什么大众运输，附近有什么大众运输系统，还有看天气，甚至它最近多了一个网络摄影机啦。不过我看了一下，网络摄影机好像不太多。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网络摄影机，它只要呢，它把它放在标记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以后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摄影机，就是它可以 share 出来，让大家看到那个地方。像这里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市民高架上面的那个摄影机，那你可以透过那个摄影机看到市民高架现在有没有在上。